你们这些人，不管是在法上当奴才，也好过被你的心上人侮辱。 表哥，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，答应我，一定要好好珍重自己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来，我敬你。 谢谢。来，我们吃吧。 表哥，你不知道怎么了，最近酒量不如以前了，喝一点就头晕。表哥，表哥。 表哥，我知道你醒了以后一定会怪我，那我也不能让你做有去无回的事。不要怪我，表哥。怎么回事？表哥，伏兵不能成功，你不能去。这是我的使命，我一定要做。童管家，过来帮忙。童管家。 玉荣，你不要怪童管家，其事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，我要从那帮小人手中夺回属于我们祖先的尊严，谁也不能阻止我。尊严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，从来不是从别人那里夺的。不日你太糊涂了，难道你复辟成功，作为皇上的奴才你就有尊严了吗？就是给皇上当奴才，也好过被你的心上人侮辱。我的事情你不用管，今天对不住你了，童管家。 照顾好他，等我回来。哎，表哥，表哥，你不能走！表哥，你回来！表哥，表哥，童管家，你快点把我放了，他不能走啊！不是，嫂子，你别喊，别喊！童管家，童管家，表哥，表哥，表哥。